我知道这是什么状况了吧？煞知影，这份遗嘱不是我写的，是蔡振祥写的假遗嘱。我已经已经卡比一份，放在吴律师遐。吴律师已经过我的拜托，配合我演戏。是啊，总裁，安尼我的任务嘛算圆满达成啊。 安尼，我用做你，我先来。感谢，袂，莫客气，辛苦。先来。爸，唔是啦，唔是我啦，迄微笑唔是我改啊，我嘛唔知迄是假的啊。迄是我保险箱内底摕出来呢，我嘛唔知影保险箱藏伫咧倒位，嘛唔知影密码是偌济啊，我哪有可能去动脚手啦？对啊，爸，拄则我嘛是伫去书房内底。 我才知影你的保险箱密码是我的设定。既然蔡振祥唔肯承认，我只好摕证据给你看。你竟然伫书房内底真惶恐摄影机，唔是伊装的，是我。是你设计要陷害我的，小小伟，是你栽了我的话，你做歹代志，别扛啊！ 即摆我要乱骂人啊！那时阵，我真正希望蔡振祥会当叫林院长赶紧救我。结果呢？事实证明，根本就是个卑鄙的小人，可袂看我较早死。不管迄天你叫我，莫叫阮爸。我真正了准你是唔甘阮爸受折磨。 这几天我跟踪你，我发现蔡振祥去找其他的律师，问你阿爸财产过户问题，还佫有，伊佫走去保险公司替你保险，受益人就是伊家己，可见伊随时都有可能害死你这个太太。蔡振祥，刘嘉伟，你先起教训，你莫使弄阮阿爸感情嘛。阿娟，你莫听伊，你莫听伊，你莫讲啦，阿娟。 蔡振祥，我猜我伫阮爸面头前替你讲好话，佮予你礼拜大，你篡改阮爸的威信，摕着一半的财产，甚至佮享受我的。蔡振祥，我就问你，你敢真心的爱我？还是你把我当作是一个提款机共款？你是真心，是笨手。 我知影做唔对啊，我以后唔敢阿好不好？林院长，算无我死以后，你就想要霸占我的财产，甚至要对付我的查某囝。雅娟是你的太太，骗婿的妈妈。 算讲，你对我无情分，敢不你对伊一点感情都无啊？你敢不是人？对头，啊！甲签签的，甲雅君离婚，撇去的监护权把他捞落来。我袂，我袂离婚啊！雅君，我知我做唔对啊，我保证。 我以后一定会乖乖，免阁受苦受怕啊！拜托你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蔡振祥，我给你偌济机会啊！你为一无所有到即马的烟花火气是啥好哩？你还在报答我？阮爸既然跟我无缘，赔骨就是赔骨，永远拢袂改变。我是无可能阁给你机会来伤害我。拢是你害的！你想要创啥啊？ 蔡振祥，你娶谢雅君了后，你若是好好做人做事，总裁就会愿意好好栽培你。偏偏你这路物件，规工受空受胖，想要行骗路，家己自找死路，阁想要怪我。伊这种人啊，本性就是安尼啦，忘恩负义啊，以前假意，就算我今仔日无设这个局，伊早晚来受着报应啦。
亚军，亚军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我的话了。到顶的离婚协议书签签没？顶出去。以后我不想要看到你。我不爱签啦，不爱签嘛，要紧的。我现在就处理，你即马来给我出去，起来，出去，我不出去啦。蔡队长，你是被强迫？我签，我签，你给我签。我不爱签啦，我讲我不爱签就不爱签，什么话都逼我跟亚军离婚。什么话都逼我？将军，许少长，你怎么跟我出去？哎呀，你妈你对待我了？我没够相信你，我台湾做唔到啊！亚军，你别安尼啦，亚军，你敢出去？你敢出去？爸，你别安尼啦，上是恁爸爸，别乱乱叫啦！出去，爸，你别管啦！爸，出去啦！你别安尼，亚军。哎，是刺青。成龙较早也无刺青啊，伊奈无代无志，走去刺青啊。想做成龙，要伫个身躯顶刺一个 QR code 啊？伊到底是要创啥？真的是成龙，秋阿姨，真的是变态！我到底是嫁给什么款的人？陈玉姐，你较冷静的，紧把眼皮穿好过，安尼爸才有机会逃出来。老婆。